曹老师，给我们讲，好吧，刚才黄磊主席，讲了讲哈，我们这个 Zoom 这个平台，真的挺好，魏老师说了，今天我们两个课题，主要就是过年了嘛，我们把以前学的东西，我们是运用一下，展示一下，过年好多朋友。自己做的贺卡呀，或者截图啊，还有自己一些作品呢。我们通过共享屏幕的方式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也检验我们学习的成果。如果时间剩下了，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关于云存储，云存储，这是咱们那个有的朋友提出来。这么一个问题，咱们简单介绍一下，好吧？现在是不是就开始？我看到在群里头，微信群里头，好多朋友已经把自己制作的作品展示出来了，但是毕竟我们群里的人，不那么多啊，就是咱们上课的人，在群里头的不一定都能看到。所以，在我今天，大家再展示一下，做得相当好。简单的，我们讲过这个美图秀秀这个软件，好多朋友就发挥，就深入的自己去探讨学习。比方说，有的就会画这个人头，把别人的这个衣服可以画上自己的人头。这就是说明他已经深入学习了，这是很有兴趣。学什么东西，关键是得有兴趣，没有兴趣就没有动力，就学不进去。所以说，这说明咱们大家有兴趣啊，学得好。下面就展示吧，不多说了，看谁先来，时间有限。好，有一个举手的，我把他的这个话筒给你打开，你可以讲话了。你可以声音放大一点，你可以讲。是，哎，对，是你，是我。哎，对对对，是你，我参加这个讲座呢，也有不少时间了，但是。还是不太那个直说啊，有很多次都没参加，比如那个美图秀秀，但是，在每堂课好像你们都带到这方面的知识，我今天中午呢，我就用美图秀秀呢，做了一张贺卡，我想来试一下，请这个魏老师、曹老师多指教。好，好的，你可以展示，你可以利用共享屏幕。我看看我的共享屏幕，哎，怎么出不来呢？你是 iPad 还是电？我的手机共享了，然后我是不是按屏幕啊？对的。然后立即开始哈。耶，我应该再点什么呢？不知道你的手机是什么品牌的？华为的。哦，华为的是曹老师给解释一下吧。它有那个绿色的共享屏幕那个按钮。对，我已经按了，它出来那个，要按个图片可以吗？你可以。哦，图库，我来看看啊，在不在上面？在。你已经出来了。真的。
哦，你再重新进入。重新进入，刚才出来一下子。出来了吗？哎，刚才怎么操作的？刚才出来一下子，已经把你的桌面都显示出来了。好，出来了啊！这是你的照片，祝大家2021年福寿安康，笑口常开。好，太棒了。好的，谢谢，听子共享。哦，你做的非常棒。啊，下面是秋天。不行，不能跟大家比，向大家学习。谢谢。我再把秋天打开啊，秋天的。啊，我记一下，看今天有多少朋友展示啊，你是第一个。啊，你记一下。我怕没机会。秋天，你把话筒打开，我已经给你打开了。我这个共享好久没用了，就上次讲座的时候用了一下哈。现在我点一下，我想看一下哈，点一下共享，然后点一下屏幕，然后点一下这个是开始直播，然后再点一下这样就行了吧？好，再点一下啊，然后你再按一下 home 键，对。打开本数学从电视停车这里啊，这个是不是啊？旁边屏幕可以了吧？啊，直播屏幕啊？没有，你就是点你 iPad 的这个旁边右手边的一个圆点 Home 键，你再按一下。我是搞那个玩意，这个怎么出不来哈？你是苹果的吧？对对对，苹果的。对的。对的。这样。怎么会这里这样的？你看你翻页的话，你要按哪一个？对了，你再按一下就出来了。对，我其实都关掉了。其实这个怎么会关掉视频呢？真是。然后再按一下开就可以了哈。然后你再按一下 home 键，你的 home 键再按一下就到你的这个你自己的页面去了。到我的页面上面去了，我是这里的。你再按一下 home 键。后面这没看过，这不是的。我这里怎么回事？这样，你先给其他人吧。我这里怎么回事？这里，那你还要停止共享？对对对，我停止共享吧。好。你的音频是打开了，只不过是。对，我的音频打开了，这个好像是。你实际上你就还剩最后一步呀，你不要着急，你就是你的 iPad 旁边的那个 Home 键再按一下就行了嘛。因为你这样一弄，我也这个啊，你看不到我的屏幕，我就是你按这个翻页的这个按钮。你苹果不是按翻页，你不是要一个圆圈吗？你按一下就出来了，在旁边，在你右边右侧。你把那个不要通电了，可能应该是通电的事。啊，不是，你先我搞掉吧，先给我搞掉吧。那你停止共享。停止共享，好吧。好了。好的。那我等会再搞。秋天，这个 home 键呐，这个就是 home 键呀。我没看到。你看到了吧？这个你的。这是圆圈。哎，对了，你圆圈再按一下，你就出来了吧？不是啊，我这里看到。你的 home 键。好，那你。先搞其他。啊，你自己再注意了。好的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举手的。A71。
我现在给你这个，我把你的手放下来了，然后呢？先是，咦，就把手放下来，人跑哪了？静音还没给他啊、哦？好，我给你解除静音了，你可以说话。爱奇艺，我已经给你解除静音，你可以说话了。我把你的手举下来了，对的。好漂亮！哇，好漂亮啊，他。啊，2020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，太多的风雨和磨难，但是我们挺过来了。2021年这崭新的一年，祝新年快乐，健康平安，幸福美满。好，这照片也很美啊。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啊，太好了。没有声音。嗯，好了。啊，出来了。下面是西云运方，运方。好，我把你的手放下，我也请你这个把解除你的静音，你可以说话。啊，好的，谢谢魏老师，谢谢曹老师。我一直想，谢谢魏老师，谢谢曹老师。我一直想试一下那个屏幕共享，但是呢都没有机会，今天试试看吧。啊、试试看。好的，我点上面一个绿的，对吧？共享，对，绿的，然后共享，然后就点一个屏幕，点屏幕，然后上面的屏幕，你是电脑吧？我是 iPad。iPad 啊，对，点那个屏，点那个屏幕。屏幕，然后现在是直播屏幕，上面是照片 Zoom。开始录像什么的，那我应该是点那个直播屏幕对吧？对的，点那上面一个圆点点，还是点在边上 Home 键呢？它上面是写的是直播屏幕，你要先点一下直播，然后、哦、那个圆点点对吧？上面那个好，我点了。点完直播以后呢，你再按一下。我点直播，但是没有。然后你再按一下，可能是这边吧。然后再按一下你的 Home 键。我按了，不行，我再来一次好吗？好的。OK， 屏幕，然后再有直播屏幕，这直播屏幕，但是我按了以后没反应了，这上面。这上面这个没反应，你屏幕上包括通知在内的所有内容均将被录制。那你要看那些啊？好，出来了。我就想，好，成功98%，成功98%。你下面是照片还是什么？好，照片好。我是照片在勾着呢，那我就按的照片。好，嗯，按照片，但是没还是没有，我怎么显示那下照片？啊、你刚才显示了，你把我们都设进去是吧？我这有照片，这直播屏幕我不知道怎么。然后你找一下你自己的这个页面上的图片库，你点一下看看，把你的照片调出来。那个玄方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共享，现在共享那是 Galaxy S9、哦、不是他、啊、一个人。那玄方的话你就点那个共享键才可以的。哦，那我退出去，我不知道怎么退、哦、开始录制啊。这是59+。哦，这怎么回事啊，现在我怎么办呢，我这样按一下。不是。怎么回事，你再重新来一下。我点了共享屏幕。然后上面是屏幕，我点屏幕对吧？点屏幕，点了屏幕以后，我就出现了直播屏幕和下面是照片，下面 Zoom 开始录制什么的。那么我这按开直播屏幕，但是我按不到。
我按不了。怎么会？你点它一下，这个，你点一下直播屏幕，完了以后，你它那个圆点就会在那闪成红点，一点点闪。你再按一下 Home 键，然后它就会出来一个共同。直播屏幕怎么按不下去的呢？没有反应的呢？我按直播屏幕的没反应的。你只要点它一下就行了。你点它一下，它就会闪出来一个屏幕上方，它就有出现一个红点在闪。在内新被录制启用脑子的通知，以免勿扰模式，以避免意外通知。OK， 我怎么不可能的呢？我按这个白点子，但是它没反应。怎么搞的？有没有开始直播这四个字？直播屏幕没有，没有。它上面写着你屏幕上包括通知在内的所有内容均将被录制。那上面的话你不要看，看中间的。Okay. 中间我看，它是就直播屏幕有一个圆点点的那个白点。它有一个直播屏幕，你就按一下直播。对啊，但是我按了没反应的嘛。按完了以后，紧接着就按 Home 键。OK， 我试试看啊 ，Home 键。我一按就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再试一下啊。屏幕分享，怎么会又到这儿呢？在哪儿出了问题呢？这里面有一个照片和 Zoom 两个直播，你点应该是 Zoom。你点个照片吧，你看。照片它已经勾着了。你点那个共享屏幕了吗？这个绿的这个框框。点了。你这个屏幕上没有反应。反正我们就没看到过你的。对，你要是点了的话，它应该显示的是。你在共享屏幕才对，你这个没有这种显示，说明你这个共享键没有按下去。对，是的。OK， 我这按了共享键，然后呢，在这共享键下面就有写着屏幕照片 iCloud Dropbox， 然后网页书签白板。你按一下屏幕。我按了屏幕，然后这屏幕出来就是直播屏幕和照片，就是我刚才看见的。你就按个开始直播。它上面写的不是开始直播，它是写着开始录制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搞的？还是到这儿。从我们的屏幕上看，你根本就没有共享，你就没有。你像我现在已经开始到现在没有一点共享的那个痕迹，你看到吗？我现在已经开你开始直播，它应该有个直播屏幕的变化。哎，啊，你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啊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就告诉你，应该是有到这一步你才。按一下你的 Home 键，你现在根本就看不到你任何操作。对呀，啊，我现在按了上面一个绿色，你首先是绿色的共享，按一下，对，按了，然后跳出来一个菜单，你按一下屏幕，我按了屏幕，对，屏幕出来又开始了一个菜单，菜单上面有 Zoom。有这个红点，那个有一个白色的圆圈，下面有开始直播，你按一下开始直播，然后按个 Home 键。啊，这个有直播屏幕了，录制 OK， 直播屏幕，那个红键出来了以后就按 Home 键，对吧？对啊，你按一下 Home 键。又出来了，奇怪。然后就开始了共享。OK， 这个按一下，然后再按一个 Home 键，但是你现在整个屏幕没看到你任何操作。对呀，啊，奇怪，哦，来了吗？这个是谁的？
这是谁的？刚才是谁的？是你的吗？不是他的，刚才那不是他的，不是他的，可能是谁跟我一起在搞，会吧？李，你看这有一个人，他上来了，所以这我就进不去。你这个这是一个电车，这不是我的。那可能是有人在同时跟我一起。那你现在他退出了，你开始吧。好的，我试试看再。啊，这下可能会有了。直播屏幕，然后按 home 键，按 home 键，然后能够跳出来吗？还是没有？还是没任何？还是没有？啊，那你就这样吧，你暂时不要那个了，啊、好吗？你退出吧。好吧，好的。你退出来，张成义。好的，张成义举手。我现在是张成义。嗯。张成义的。张成义，打开话筒。张成义。张成义，杨素莲，打开话筒。不是，他们两个人的是。我把他们的解除静音，他才能做好了、嗯。你们可以打开话筒啊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好，你们坐吧。打开了啊，打开了，说话吧。我就开始共享屏幕了啊。好，两位八十岁的老朋友。八十岁以上的老朋友，点它干啥呀？好好。刚才显示了一下，才看到这回打照片。刚才显示了一下照片。哎，对，就这个，太好了。嗯，好、哦，这么多照片哦。这哦，啊，560张照片。你点一两张放大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看那个找着呢。我看杨医生戴了一个这个什么帽子，很漂亮吗？不是，我找老张呢，我没想告诉你。哦，先找老张、啊。新年快乐！哎呀，这做的这贺卡。来找一个截图吧。嗯。刚才呢？我回了。这截图看到了。好的雪景，好的雪景照的照片。嗯，我看到你的截图在下面。嗯，大家注意，只要打开那桌面，你平时怎么操作，你就怎么操作。这是你的截图。哎，这是截图。嗯，这是截图。啊，截图也会了。啊，那我看它下面还有好多嘛？对。下面都是我的照片。那你下面你把你的那个这个圣诞老人的那个帽子戴着，我看还蛮漂亮的。啊，这个因为他旁边有人啊。对对对。我就是啊，这是个老虎头帽，虎头帽子。对。嗯。杨医生，这个很有趣的。啊，了吧？啊，挺好，挺好。嗯，好，杨医生可以退出了。退出了。嗯，退出来吧，你们蛮好的。好，嗯。下一个。下一个是这个。啊，退出。
今天人气很旺，52个人。我给你那个打开，好吧？我还没退，找不着退出那键了呢。还在录，你得把你已经退出了吗？退出来了，已经退出来了。好，轻松，轻松，你可以打开话筒了，你可以说话了。啊，我给你打开话筒了。你给我打开，好啊。啊，好，打开，轻松，你好。说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轻松在美国呀。我在芝加哥。啊，在芝加哥。啊。那我现在把这个扣图做了一个到北极的北极光，一个是在悉尼的。哦，那你那个跟大家一些分享。我现在打开能看见吗？没有。啊，那怎么打开呢？我现在想。你先是共享，先把共享打开。好，有希望了。共享，哦，还得进入，有希望了，嗯，有希望了，啊，现在能不能进去啊？我现在收屏了，你这是用的是电脑还是？我用的电脑。哦，你的什么牌子的电脑啊？这个电脑是有，我现在东芝电脑。我现在在弄那个北极光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没有，你现在还没开始到共享这一步。哎，那我刚才点了共享了。共享了，你还没有到屏幕啊？没看到你的屏幕。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，我现在点共享啊，点了共享以后，然后怎么办呢？把这两个打开是不是、啊、共享。你还是要点到屏幕，你这个还是在这个，你要退出重新来过。啊，现在还不行，得退出是吧？对，你先打退出。啊，你再重新来一遍。然后再点共享是吧？点共享，然后我把那下边那两个，共享计算机声音跟这个什么video 什么都点了，然后是不是就点共享了？不是，你点左上角点一下，然后右下角还有一个共享，再点一下。左上角就是那个图片那个是吧？哎，好，好。你的桌面出来了，现在我桌面，你平时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吧。那我现在点一下，你这摆激光，北极光，你点开打开它。现在我点开能看见吗？现在还没出来呢，黑的。啊，还没出来。现在能看见？他要等点时间啊。好啊。好，能放大吗？啊，放大啊！啊，你放大一下，对。好，能看见吗？激光好漂亮。好，我给你拍照了，等着我发到群里头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一个，到悉尼的。啊。到悉尼的。好，那你再。等一下啊。我是用电脑截图的办法给你拍照。悉尼歌剧院的这个。哦，也很对，悉尼歌剧院，放大一点儿。啊，好。好。好。好，很成功。啊，很成功，很漂亮。你的老伴儿夏天的风，能展示吗？对呀，你把他的也展示一下。我给。他也可以展示一下吗？对啊，你夏天的风有很多照片嘛。对对，那我给展示一下好吧。他那个
好，等一下啊，我再找一下。等一下啊，咱们这个共享屏幕，只要打开你的桌面，你就成功98%了。那就是你平时怎么操作，你就按平时操作就行了，是吧？嗯。然后他有一个给他背景是变成那个什么，变成是富士山的，这是电脑，看到没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给他跟一个朋友，我把他背景换到以富士山为背景。这个好。没到过日本，又到日本去了一趟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直接到那哪去了，到这个布达拉宫。啊，布达拉到西藏。对。哦。等一下啊。嗯。啊，布达拉宫，嗯，看，嗯。都挺好。这人多。各式各样的哈，布达拉宫来了啊！能看见不？现在看见了，看见了啊！布达拉宫，布达拉宫，都去了。布达拉宫，布达拉宫，好。好了，好，听说你已经完成了，你关掉吧。好，谢谢，我关掉了啊，谢谢。两项成果，一个是会抠图画背景，一个是会共享屏幕了。另外我现在还学会了一个在文件上签字。哦，对，这个也学会了。啊，学会是用那个涂鸦的方法还是用什么方法？不是用涂鸦的方法，是，就是我在电脑上。哦，他专门有一个就是电子签字啊，电子签字好。袁曼成，你可以把你的话筒打开，你可以展示了。啊，谢谢曹老师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魏老师。不客气。袁老师，你把你的话筒可以打开了吗？你再打开一下试试看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啊，对，好，曹老师好，魏老师啊，你好，这是我们老乡。我把我的那个外参与一下共享，我试一试吧。哎，试试。好，有希望。好，桌面打开了，98%成功。你平时怎么操作？哦，这么多照片。哇，这么多。运城市，北京市。哎呀，我老伴儿的。我是八。我是我的抠图。啊。你把你的抠图弄出来。啊。你看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女儿的抠图。这是我的，对对，我见过你女儿。这也是抠图是吧？这个肯定是抠图。好，你看这是到那个，这是抠图的。啊，你慢点，这个别放了，我给你拍个照。自由女神这个，自由女神这个，自由女神我，自由女神我给拍一个屏幕截图。啊，我们来，我这里截图截到这里边放到这，这是自由女神，啊，这是我妹妹的。啊，这是我和我老伴。好，这是我的，啊，我
是个花树下的，这是我老伴的。啊、好，这你是啊，这是我，嗯，这是我女儿的，这是我女儿，我把就是人家老家的一个照，把老家一个，这是我老伴的。啊，余都啊，晋南，你们晋南余都不？对对对，这全是截图，这是个截图。哦，这是啊，这又是一个。对，这是个截图，这是自由女神。这到自由女神。啊、这是自由女神，这是自由女神这边、嗯。这是我老伴放一个就是背景。哦。到天安门。哦、这是到天安门。这个好。天安门，哈哈，上天安门了。上天安门的城楼去了。我老伴儿，我让你上天安门，上天安门城楼去了。这是我朋友的，这是到那个就板斧，这是板斧，板斧，板斧啊，那个板斧雇员，板斧雇员，板斧雇员，对，这是，嗯，这是我谢老师的老伴魏大姐，你认识的，魏大姐，你认识的，挡住了，对，这是挡住了，哎，对，这是圣诞快乐。嗯，好，做的吗？哦，好的，你可以退出了，可以退出了啊，这是啊，可以，你已经完成的很好了。对对对，这退出我想看、嗯、这一点，嗯嗯，哎、啊，停止、啊，对的，哎呀，你太棒了，嗯，这太棒了，很成功，好了，很成功，退出了。这个 I 七十一，你没成功，你要再重新搞一次，好的。我把解除静音，你把手，我把你的手也给它放掉，好了，你可以再来一次了。好的，魏老师知道我听到我声音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你再来一遍吧。啊，那好，刚才我没有做，不是我没有解除静音，我一直没说着话。啊、我这位我愿意上共享啊。啊，好。好的，你共享一下。好的。屏幕，然后呢，立即开始。屏幕。立即开始。开始直播。好，有希望，有希望。对了，对了。啊，再把你的照片哪去了？那照片打开，你平时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吧。哎呀，那这块操作错了，好像是。啊，你怎么平时想看照片就给我们共享一个照片？我一下把这个，我再重来。啊，对你刚才已经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完我用那什么操作错了。啊，你再找你的照片册。这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吧。平时你怎么看你的？照片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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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照片。好了，我这个上面原来是四个人。我把我抠头站在旁边穿蓝衣服的是我，哎好，哎你真会，真会，这人是我们辽宁的，我老家的朋友发过来的，我把我打上去了。哦，这俩是他们开会的四个人，这有点虚，我把我放上去，这四个人有点虚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抠头，这也是他们四个人，我把我放上去了。哦，哎呀好，这个穿绿衣服的是我。是的，你比他们还清楚。啊，对，我这穿红衣服的是我，那四个人里面的。啊，这也是他们四个人跳的挺分散，我穿蓝衣服的是我。哦，来照的都有阴影。你发给他们了没有？啊？发给他们没有？发给他们了，他们说的看不出来是你新上来的，说的哎呀这么好啊，他们都挺高兴，说的是看不出来是你后补上的。啊，要不我们说就是个玩儿，就是个玩儿。对，就是玩儿，我玩的挺高兴，就是做了不少这样的。啊，那个我就下来吧，我不影响大家了。好，你很成功啊。好，你完成了。啊，我来一个换背景怎么样？就吸背景，我看怎么换。我啊，你换一下吧。啊，我看看我怎么找不着他原来的地方了呢？我退不下来这个呀。你退出？我这个退不出来呢。啊，这个。啊，你对，再退出。再退出。一直退出。啊，一直退出。啊。啊，那我换个背景啊。啊，我换个背景。
啊啊，这个是，这就行了，这就到啊，这个好像还没有换，嗯、我把这个这种背景没换出来，换背景换跑了，还没有退出来。你退出来再换背景了，换背景了啊！你背景也换好了，新年换背景换了，嗯。好，那你可以退出了。好的，我退出了，谢谢两位老师、啊、这么耐心的教，我下来了啊。啊好的，好，下面秋天你可以再继续，你还没有退出，你再退出共享。我没退出啊！啊，你还没退出，还没退出。那我怎么退呢？我怎么退出来呢？点上边红，代表点上边红道。你有一个上面红色的退出共享，那个颜色是红色的，你给它退出。哎呦，那我怎么找不着啊？还在那个？你还在共享中。那个有个录制中那红点，把这个点一下，是不是啊？不是。你刚才是通过 Home 键上去的，你再按一下 Home。我没有 Home 键，我这是手机，三星牌手机没有 Home 键。让我看他这个啊，你看。那你要退出来，就是你怎么进入的，你就一步一步再退出。啊！你再退出，你还没有。还没退、啊。你还差最后一步。嗯。那我不会退了呀，要我干脆下来吧，我下网吧。我把这地方先倒出来吧。对对对，你点离开也行。啊，我先把我闭了吧。哎，好，这个也好。啊，退出来了吧？啊，出来了。退出来了，你。啊、好，我闭了，要不然我退不出来了，影响大家。你退出来了，不要闭了。啊、不是我是把我这个，我把Zoom闭了，我再上去。啊，秋天你可以打开来了，你的声音我给你打开了。我的跟你讲，我的 iPad 刚刚充好，我在查那个我的那个后门键好像是要么隐藏进去了没出来，我现在在查，你晓得吧？在查都还没查到，我先给他是查到齿轮的图标，然后再找到通用下面的辅助功能嘛，辅助功能下面它有一个。就是 assist 这个读什么 touch， 然后再点击进入，这个我还没查到嘞。算了吧，我这个还没查到。我上次这个电脑里面的给你们共享的话，我是用我的微信，然后点进去就直接共享了。今天的话就好像怎么会没点进去，可能是要么没有发啊，还是怎么的，没有点那个传出去啊，好像今天跟我上次的是不一样的。秋天是这样的，你现在用的是 iPad 吗？对，我就是你现在跟我们上这个 Zoom 的是。我因为你们上课我没有听啊，我前一段时间没有听，你们都是共享。我想上次反正我已经共享过了，我可能那时候不是讲厦门的情况嘛，不是共享过了。我想就是这样点应该不会有错的，但是今天这样点就不行了。那就算了吧，让给其他人吧，因为我做的也很少，做的也不好。我今天做小年糕只有一张照片，我刚刚还做好，感觉今天都在搞这个小年糕的事。没关系，不着急。那就算了吧，还有机会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哎，徐小红，你的小年糕能展示一下吗？小红做的小年糕可好了。啊，对，他的小年糕那是音乐相册呀。不说话没打开、我给他解除了，徐小红解除静音了。我觉得还让他们先学的人先做吧，我这个放起来快得很，不要做了，你们就先做吧。好的。那还有好多人举手的，让他们先学，他们不容易，让他们先学。啊，对，好吧。徐小红，下一次。你专门讲一下这个小年糕的这个制作，我认为呢应该要单独讲一下，不要讲，对对对，不要放在这里跟大家一起那个。那么现在没有举手的了，就是还有没有大家愿意跟大家共享的呢？
刚才有一个人不是他就是没上去嘛，在秋天之后一个人没上去嘛，哦、我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，哦、看到了他想上，你再叫他上吧，让他们先把这一步先学会，哦、对吧？好的，让他们先学会。张一方，张一方。张一方，没有人共享，我想试试我的共享顺利不顺利吧。好的。没有问题了吧？没问题。好，这是郁金香啊。啊，对对对。郁金香。郁金香，对对对，是的。我试一个啊，我试试我的。我都是那个建立文件夹了，啊，你在抠图的，专门把我自己的这个建立一个文件夹，但是我没有把那个新年的贺卡给存进来，我用的是电脑，我应该把那个手机里的放到电脑里边，但是那个我放了只有抠图没有那个，那我今天就展示一张展示两张抠图吧，嗯，这个是。这个是那个什么，这个在2019年在那个古巴的沙滩上。哦。这个沙滩我把它抠图抠到了我们这个凯瑟琳大街的这喷泉这儿来了。哦。啊，这是我。哦哦哦哦，把古巴的照片抠到这儿了。对对。先别关啊，我拍个照。啊，关了。啊，可以的，马上出来了。好，别管啊，我拍截个图。好嘞。好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假日的时候，我在家里有一张画，这个大概大家谁都有这个画，我是你画的、啊。拍着一个画，然后又把自己抠图抠在这上面了。哦，莫生气，好，莫生气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抠着弄着玩吧，就是。啊，就是玩。对，就是卡的这个这个没有，这就是一个拍照，写几个字儿，就用就是这个没有。啊、这好，2021年健康快乐平安。这也是。啊，这挺好。这就是往上面写字就是了。我那个截图和抠图，还有一个做贺卡，还有什么老师教的，曹老师教的这几样，我基本能掌握吧，还能哦，不错不错。那么做的不好啊，挺好啊，下边人再继续吧。好了，我到到你做的蛮好了啊，蛮好啊，退出也很顺利。嗯，好，虽然云芳你又举手啦，我没有举手，不是，我想再试一下行吗？有不是，不是张一芳，是云芳啊。好，那我给你打开来了。好的，我试试看啊，怎么会进不去的呢？很奇怪，上面一个红点是什么东西啊？屏幕，然后直播屏幕，它红点在亮着。对了，那你就成功了，那你按一下 home 键。就按下 home 键。对的，没有啊，奇怪。 OK， 再来一遍，它红点在亮，那我按一下。现在关键你那个共享按了没有啊？我按了，就是按了共享，然后按屏幕，屏幕以后再有一个直播屏幕，再红点在亮。红点亮了，按一下 home 键。我按一下 home。OK， 没有，算了。哎，没有，算了算了，就不搞了，谢谢啊。那运芳，我给你展示一下啊。第一是共享完了是屏幕，点一下屏幕，然后出来的是直播，就是有一个直播屏幕，上面一个白的小圆点，中间是个祖母打一个勾，然后下面写
开始直播，你就我在 Zoom 上打个勾，对吧？不对，你就在开始直播这个上面按一下，然后它就这边直播屏幕就开始出现，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红的点，然后你按一下 Home 键。Okay, Home 键我知道了，按好了以后你就看到了，你正在共享屏幕，这个时候你再按一下 Home 键，这就出现你自己的界面了，那这就我的界面就出来了，然后我再试一下照片，啊，这就那个了。好了，那我退出。好的，我再试一下看看，可能我要按一下 Zoom 键。OK。我停止共享，你才能进。好，好了，好，我试试看屏幕。你试一下，然后我按一下 Zoom 键，应该。Zoom 打勾了，这下我按一下，这样这有一个直播屏幕，然后我试试看，这什么呀？直播屏幕没有啊？你它没有共享。OK， 我退不行。Okay.嗯，怎么搞的？共享屏幕 ，Zoom，OK。Zoom, okay. 你那个任务那个地方你不用管它的，下面你是有开始直播，你按一下开始直播。下面开始直播。对，哦、我按了按开始直播，然后再按一下home键。哦，可能出来了。对了，然后、哦、OK， 直播屏幕出来了。你再按一下。哦你再按一下 home 键，非常有希望。OK OK， 出来了。你再按一下 home 键，再按一下 home 键。对，你的啊，好了。哎，你不要动它呀！什么退出来了？哎，你实际上你以为你退出了，其实你没有退出，实际上已经到了你自己开始直播。OK， 直播屏幕了、Zoom。OK，那我就按一下 Home 键，应该对吧？对的。好，你正在按一下 Home 键，再按一下 Home 键。再按吗？再按一下会退出的哦。不会的，你不要着急。怎么会跑了吗？你再按一下 Home 键，就到了你自己的屏幕桌面了。对。这个微信照片，或者是你共享屏幕音频开 ，OK。这个美图秀秀里面能看到。怎么了？这是关开 ，OK。怎么会跑的呢？屏幕共享中断，如果有意外开始。受伤以后你再保持照片。开始直播。OK， 你正在共享你的屏幕。OK， 那么你还必须得要，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再按一下，再按一下，它没有了。你看到了？哎呦，等一等，可能不是。如果是你相机来的，那没问题。你帮你们要等一下，我估计它有在跳着这个 Zoom 时间在跳呢。二十三十怎么回事？直播屏幕，哎，不对，开始共直播。退出来了。今天我们59个朋友参加，59个朋友参加啊，创新高了。屏幕过中断，哎，搞不懂，再来一次试试看。开始直播，已经出来了吗？然后到这以后我再按一下这个，怎么会没有呢？ Home 键它不行。你正在共享屏幕，共享是被音频开，然后我一按那个 Zoom 就跳出来了，奇怪了啊。好好好好好
哎呀，成怎么搞的？已经成功了，你怎么又？我没动它呀，我没动它就自己，我按 home 键它就跑了，没有了，你看。哦哦，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哎呀，别动啊，不动啊，你正在共享屏幕，他说我，但是没有啊。98%都成功了，98%成功，就怎么搞的？但我一动那个 home 键，它就没了。那等一下，对不对？还有在芝加哥，还有一个在石家庄的呢。也不行。啊，好好好好好好。芝加哥，他今天又说在。出来了。哎呀，刚才桌面都显示出来了。怎么搞的？要么我重新来过。怎么搞的？关了。啊，不知道，算了吧。出来了，他就已经98%了。他的首页全都出来了，怎么搞的？怎么出不来呢？我搞不懂。闪一下就回去了。你上面，啊、你上面有个停止共享，右上角。那我就，哎，右上角停，哎，对。不是，那个秋天是我们英语班的，就念英语念的好。告诉他那天说，啊，你计算机学挺好。我问他怎么知道我计算机学，接着他在这样学这个。我们下面呢已经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活动马上要开始了，咱们今天呢就只能到这里了。好吧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因为还有两分钟，人家新的节目就是要开始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今天吧到此结束。谢谢曹老师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好，谢谢曹老师，谢谢，谢谢曹老师，谢谢两位老师，再见，谢谢魏老师，谢谢曹老师，新年快乐，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演示，不要着急，以后还有机会，谢谢，好的。谢谢曹老师，谢谢曹老师啊！不客气啊。那个下边是那个驾驶学习啊，下边是驾驶学习。哎、今天是中心的新开的啊课。嗯。这个是5点，每周呢5点到6点。五点每周这个5点到6点，就下午5点到6点。好的。下午不是瑜伽吗？7点钟这个6点钟是瑜伽。都连着了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6点钟瑜伽，那个，现在马上都那个，吕岩老师到了，那个，我看那个，谁呀、啊？刚刚徐老师，哦，我刚刚加上怎么有啊？徐老师也到了啊，徐老师。徐老师，你这样，我现在把麦，我把麦这个我关一下啊，关一下，你们打开啊，一会儿你们打开，我统一关一下麦。那，哎，打开麦，那个谁，那李岩老师，你开个场吧，啊，然后。好的。好的。